小鸡肯定能打，太灵活了。这版本不搬钱那样的，可以考虑搬妖精。跟着英雄对线还不如打钱呢，打钱呢没压力的，他打这个压力好大哎，一不小心就死。感谢呱呱呱送的超分虎粮，谢谢。给你排的全是那种摆烂的，他们那种连跪的，一连胜现在给你排的全是连跪摆烂的。啊，这也能穿透啊？靠位置。嗯。他没闪，他没闪。要闪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哎，欢迎回来，算好了，我来了，走了。奶瓶军是谁打的呀？感觉好多人都在打这个哈。还行，杀了就行，感觉已经很赚了。在致命节奏 A 不到他几下呀，主要，哎，妖姬打你就打你一个 Q 就回去了，妈还不如老子把炮车吃了，你他妈还漏了。太早了啊。哦他妈要 B 的，别他妈带我节奏行不行啊，这傻逼。那好不会也卖了吗，天天半子。我的道路。我是玩 AD 的，三台机一千分的。那好不会也卖了吧？混沌，我们永存。能到六吗？我在来的路上。我差点经验。嗯，他们要越你，我感觉。在。走。屁的，他妖姬线都没吃起来。我六了，这样推完线，
插脚筒吗？嗯，来来。上来给他 K 了，哎，他 E 不用，这人不也死了吗？那傻逼还非要用 E， 这红反不了了，走吧。哎呀，再往上靠一波，算了吧，先能回来。我先来中路看，我先来中路看波你，主要看先锋，我的意思。十秒弹，嗯，秒不到我们。你拉开，先拉着。能来吗？太急了，我没大了，一开始。下路怎么死的？被单杀了。太累啊，是的，这波上的有点急，我感觉他们两个杀不掉我，第一时间，然后有点小看他伤害。好鸡巴菜啊这人。妈祖残闪现，我操。我知道自己是什么。春地的。
哎，太难发挥了，妖姬酒桶加武器，我的天，还有下路还有个牛头 ，AD 还是个沙米狼，我一点用都没有。真没啥用。我真的没法发挥，太难发挥操作不了啊，关键我只能被别人操作啊。是吧，要是玩沙皇可以 C 一下，玩这个是 C 不掉，是吧，要沙皇可以 C， 玩这个是肯定 C 不掉，玩这个肯定是 C 不了啊。